已经给他们了，这是钱。鹏哥，鹏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还要装吗？我在江湖上混的时候，你恐怕在吃呢。鹏哥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在路上遇上劫道的了吧？是，你小子挺能耐的，一个人打四个。 要是我没看错的话，你那套是从警校里学来的擒拿格斗术，对吗？你是警察，鹏哥，好眼力！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什么目的？我的确在警校上过学，但我不是警察。你现在还在装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 是被警校开除的，开除？是，你可以去查。天中市警校07届赵小阳，毕业前被警校开除了。什么原因？因为薛小丽，她是我姐的男朋友，她引诱我姐吸毒，还让我去拿货，结果被警察抓住了，拘留了我7天。 警校因为我有案底，就把我开除了。其实我现在最恨的就是警察，他们毁了我和我姐的人生，我就要给那些警察证明看看，我要让他们后悔。其实今天你送的什么东西，我知道。如果我是卧底，警察早就知道了。可你们现在看看。 你们看到警察的影子了吗？好，小杨，我今天之所以跟你说那么多废话，我也不相信你是个卧底。他们都知道，我最欣赏的就是人才。你小子有本事，如果你要万一是个卧底的话，我保证，你死无葬身之地。 鹏哥，放心。小杨，你小子以后就跟着我混了，比当个什么破警察要强多了。一个月就那点工资，死心塌地的跟着我，保证你有花不完的钱。但是有两点，你必须要记着：一，不准出卖兄弟；二，不准吸毒。 小杨在这种地方当保安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。秃子跟你说什么？四叔的李太清没办法回老家交代，让四叔在辈分厚礼。我知道，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，这给你的。谢鹏哥，你先回去吧。 慢走，鹏哥。啊，小杨，女朋友？对。
人，你干什么呢你？你们俩还有脸来见我？啊，是不是想让我看见你们俩已经在一起了？小杨，你说什么呢？良知啊，良知，亏你还是我多年的朋友。俗话说朋友妻不客气，你倒好，朋友妻不客气。赵小杨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好啊，良知，你敢告诉方婷吗？你是不是喜欢她？是，我是说我喜欢她。梁志，不是，我也说过了，跟你公平竞争吧。公平？你觉得现在公平吗？你是堂堂梁警官，而我呢？方婷，你跟我们梁警官过好日子了啊？小杨，你误会我们了。误会？他都住你家里了，那还叫误会吗？他住我家是因为他不放心我。我不想听你们解释，都给我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两个。嘿，这赵小杨，这前两天还好好的，那这家伙，也许你就不该来找他了。小杨，生活要想过得去啊，头上怎么也得沾点绿。虎哥，我没事儿。哎，那两个是你警校同学？对，离他们远点。放心吧，啊，你觉得我愿意当他俩电灯泡去？行，以后啊，跟着鹏哥好好的混啊，什么样的女人你找不着啊？园子，哎，园子，来来来，哎，虎哥。今天晚上给我们小杨找一个漂亮点的啊，安抚一下他那又小受伤的小心灵啊。得嘞，虎哥你别闹。小杨啊，姐姐给你找个又性感又漂亮的怎么样？姐，我不要那玩意儿啊，我累了一天了，就想赶紧回去休息休息。那行，我知道你也累一天了，这样我今天放你个假啊，回去好好休息。谢虎哥。这一夜小杨彻夜未眠，这时候小杨才深切地体会到周大红那句话的意思，做卧底就不能有亲人和朋友。今天方婷突然出现，小杨多想冲上去紧紧抱住她，把一切告诉她，但是她不能。小杨看到了方婷含着泪水的眼睛，这幅画面在小杨脑中挥散不去，仿佛一把锋利的尖刀划开了小羊心中最柔软的部分。